Hello， 大家好。这次的拍摄会是一个很赶的拍摄，到今天要拍摄啊，秋文已经到了，一起来这间素食店吃东西啊。因为秋文比较喜欢吃菜，他不喜欢吃肉很多。我们已经在吃这早餐了，我连剧本画面都还没有想好，我真的不知道这次的作品拍出来会怎样，因为时间太赶了，这个月太多东西做了，这个月可能会上14-15个影片了，一个月里面。是我有史以来最赶的一次。开始 set up 到来1:47，下午。不过今天的拍摄不会降大压力，因为戏份不是很多，加上我们在室内，不用像上一次拍那个 MV 这样担心几时会下雨。我们的女主角很忙哦，还要准备考试哦。这里的风景很多，很漂亮的地方。After 我们三思了，考虑了，考量了，最后我们选择这个地方。那么这个影片的拍摄呢，最主要就是介绍这个叫 M8 的美图手机。这个手机的卖点有磨皮的时候很自然啊，过它前面有灯光，然后它在背光的时候呢，也会很自动的帮你调亮你的脸色。如果你觉得刚好你需要到这款手机，觉得你想要买的话，可以按以下的链接去订购。如果用 promo code 的话，也可以扣一个100块哦。那么我们现在继续拍。女主角坐在这边，我们买了这把灯。它的不一样就是这个是有灯的，这个是没有灯的，有灯的，没有灯的。在我们 set up 的时候呢，我们的小姑娘就跑去休息，因为她今天也睡很少，所以要时候叫醒她了。小姑娘醒了，小姑娘。老板你好，老板来探班，来看我有没有偷懒。老板给了工钱，我就要一定要拍。你看整个老板这样潮牌到完，就是有钱人。我们这边拍到一半，突然间来一个倾盆大雨，但是我不管，我就当作给他拒绝了。我内心就像倾盆大雨这样，我的内心也像倾盆大雨一样，因为我要收工了。所以现在拍到来也差不多7点，那个阳光的灯已经是完全不一样了，完全不适合拍摄了，完全接不到戏了。所以现在我们就收拾，然后去吃个晚餐，今天就这样子结束啊。今天是拍摄第二天，不过还是一样下雨啊，麻烦。我们的小姑娘在车里面化妆。同样的来这个地方，同样的 set up 好了，也同样的我们的女主角躺在那边休息着，我们好了就可以开始了。然后现在我们就去吃，每次他都让我肚子饿的，因为我们拍摄时间很长嘛，然后他的胃很小，我的胃很大又很快饿。你要做那个旋转木马，现在你要现在做，我不能做太大只。今天是第四天拍摄啦，那么现在 Insect 就载着我去这间 Camera Shop 取景，因为有一部分是需要在这个相机店里面拍的。The Camera Pro Shop 在 Jaya 33这边，谢谢老板借我们地方拍哦。然后 Insect 就是要跑了，我们就可以开始我们的第一幕了。
这位就是这里很帅气的工作人员，然后现在他就会演一个正在清理镜头的一位工作人员。你们有卖 Sony A7III 的原装电池吗？有啊。哦，刚好在这里顺便来帮忙一下，既然帅哥这样好借我们地方拍，我们一定要 support 回。这里电池好贵哦，因为我买其他版的电池有时候那个 A7III 卡住不能用，所以在这边呢就拍完啦。如果你们需要什么相机的 equipment 也可以来这间店找这位帅哥买哦，这位帅哥很和蔼可亲哦。谢谢你这么厉害的演出。今天是第四天了，今天就应该处理完，等下剪今晚就上了。这个是一个很赶的影片，这一个月都很赶，这一个月要上很多影片。现在就跟昆虫两个人在这边拍而已，因为 Clarence 其实前天已经跑去台湾还是香港啊，他去出席 event， 所以就只剩下我跟昆虫那边处理完剩下的部分。那我们现在就来开始了。这边拍到最后一幕的时候，刚好美图老板来监督了，他来赶货了，因为我拍到太慢了，他来催我做快一点，他要看我到底有没有在做工。这样子讲，我不知道怎么回答。我们赶到来8:28了，影片现在上着字幕还没有调色，所以希望可以顺利在9:00这样上这个影片啊，不然太迟的话，怕有些人睡去啊。边还需要等差不多35秒，现在已经是9:18了，我们终于赶完了，预计9:30可以上，赶到来终于成功在9:30上了这个影片。那么这一集的幕后就拍到这里啦，所以如果你们喜欢 M8 美图手机的话，觉得你们需要它来帮你们拍到漂漂亮亮的话，你们可以按以下连接用 promo code 去得到100块的折扣哦。那么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也可以按我头像这边订阅我们，也记得打开小铃铛点赞分享，我们下一期见，拜拜。有史以来最赶的一支影片 2